各位好，我们今麦开始上课哈，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啊，各位同心，大家午安，大家好。啊，我叫做潘良华哈。啊，有时啊，咱秘书长甲我介绍，我叫做副主席。啊。尾啊，头半年前，即马改甲我叫议长啦，吼、哦，伊叫我代表众议院的议长。啊，咱一寡老同事有时啊向我们要叫，叫副，啊，阵想啊，我即马变议长，说我即马变副议长。那么今仔日，好、哦，咱来探讨咱台湾的主权啦，吼、哦。那么这资料，我当为咱秘书长。所出的册内底，哦，所收集来哈，啊，我甲做一下整理哈，啊，佮有咱的民政府的官网哈，好啊，台湾海外网也有哈 ，OK， 我看一下。那么主要就是要让咱台湾人哈，了解咱台湾主权的变化哈，啊，目前咱的法律的主权地位的状况是安怎哈？啊，这其中当然有一挂，就是讲要甲中国国民党68年来甲咱教的错误的教育，吼、哦，啊，甲澄清一下哈、哦。OK， 啊，这是我要讲的项目，啊，我希望我尽量讲较紧的，因为我差不多大概拢讲未完。OK， 好，啊，那么来讲自我介绍哈、哦。那么我是高屏地区的屏保族。叫做西拉雅族，哈，啊，那西拉雅嘛，马卡道族，伊是西拉雅的支族之一啦。另外一个支族叫做大满族，就是小林村，伫这个莫拉克风在迄个咩村迄个小林村，哈。啊，那么因为我的一挂语言有部分跟西拉雅同款，哦，所以迄阵日本人来甲咱分类时，哈，我那属西拉雅的支族，哈，隔壁地区的，哈。啊，你若看到讲。恁的附近有啥物乡镇的砖头有讲啥物虾、啥物虾？哦，像高雄的大虾，哦，阮屏东潮州有一个鲤。哦，头虾、棒色虾，那迄款虾都拢是平埔族，一定是平埔族的，吼、哦。像屏东万丹有一个叫做番虾。啊，那么因为这个名，真侪人听了，因当地人听了，皆无欢喜，方讲恁住伫番虾，啊，所以因阵把迄个番吼，迄两点摕掉，啊，阵变作乡色，吼、哦，而且是讲要逃避讲不让讲番，啊，其实你甲想，那因大清吼、哦、满清的人对外族拢叫做番啊，吼、哦。你阿门番吼，迄个荷兰吼，就叫阿门番。吼啊，为外国引进入来的植物，吼像番茄，你看番吼，番石榴啊，番麦啊，番麦，好吧，迄种番啊，番薯、番薯，咱讲番薯，其实是番薯，嘛是番，好吧，弄弄番啊，番姜啊，辣椒，好吧，讲番啊姜。这拢拢番，这拢外来，包括番啊花，吼、哦，迄、那个切的番啊花，我拢拢番，都外来拢番就对啦。啊，我就想想奇怪，啊，我平埔族原住民，我住伫遮，啊，我和满清的人讲讲我番，其实因是外来，因开始番较对呢，吼、哦，对不对？迄外来政权，迄1949年来，迄拢嘛番，哦，因是外来嘛，因跟你讲的哪国国来。拢叫做番哈，啊，唔要紧啦哈，啊，因为经过 DNA 的研究哈，咱个李玛丽教授哈，这个马歇医院，伊研究的结果，台湾人85%甚至到93%，拢有原住民的基因呐，无论你是平埔族的还是高山族的，哈，拢有，拢免笑，大家免笑笑哈，啊，我欢迎大家。做回来做番，
因为拢咱差不多85%-93%拢番嘛，吼啊，咱爱欢迎来做番，吼，咱是原住民，咱是遮个土地主人，吼，原住民哈，咱是原来主人，吼，只是因为咱较早较爱好和平，吼，无堪人咧征战嘛。像我咧祖先，阮上早住伫咧高雄的茶山，茶山伫古早是顶一个小岛，伊呐退潮的时，迄边啊堪公就等就连接啦，啊有一窟水一窟水，啊鱼仔都走无出去，阮落落来山脚掠鱼仔，都通有鱼仔好食，有芝麻有虾啊，吼蛤蟆，啊所以那落去做啥物耕种，都渔猎都有啊嘛。要食水果，山里有水果啊！啊，那要食山上的这几挂陷阱的有山枪啦，吼，梅花鹿糖个哩啊，对不？他都去做，还是到明朝那个林道前那个海贼，我发现讲，高雄我打到这个打到港，一定兴伊较大只舰船，哦，船起来占茶山，啊，我呢做阵是拄到这因等于职业军人啊。我们平常时也无咧修建，要他建起来吼，所以就四线。我高雄市的来由就是，我那里说，我那砖头拢会建筑的底啊吼。你做防，尾啊就开始拢建底啊，做建砌的做防御啊，留一个出入口吼安尼。所以你看早期，我的外公做到做迄个农具吼。伊用一支刀啊，就会当搞弯刀的，会当起厝、起迄个竹屋啊、竹床，好叠个床、叠个刀啊、椅啊，啊个一挂啊冰单啦，啊个要一挂人啊，有迄种会当做出来吼。所以当日本人来高雄，伊发现讲即个发音，因为叠个作者说就塔口，啊塔口音都啊看。日本的高雄港音，所以日本人总个高雄改做这个高雄这个名，好高雄州。OK， 那么我祖先安尼断，但是我也会记讲，我阿公有时啊，伊家己咧自言自语咧讲一挂话语吼，我听无，吼，啊其实也可能要个较早老了，阮咧迄个马卡道族的语言，但是起码差不多咱平埔族拢差不多流失呀。纯西拉雅族、加伊兰迄个克马兰族，也阁有一部分的人，也阁会晓讲吼，但迄种作老的呀，所以若无光阴保存，可能这两个主语也无去。啊，你莫讲看你的日本时代户口名簿顶悬有甲你写索，还是生，索就是索番，生就是生番，生番就是高沙的吼。啊，归根烧拢无要紧啦。主要咱是主人啦，吼、哦！啊，你也莫看到讲啊，你的顶管写福写广，哦，表示讲哦，恁是汉人，你是满清迄阵诶满人来台湾的，错哦！日本人会甲你写你福甲广的，就是讲，恁已经袂晓讲你的主语啊，干那剩会晓讲福建的闽南语，吼、哦，啊是广东的客家话，哦、所以甲你写福写广。其实你是忘记了自己的祖先的语言，并不是讲你的血统是为遐来，错误，好 ，OK、啊。那么我原底拢支持东华，好，我为东华开始支持甲民进党成立，搁尾啊发展讲，这个柯信良甲施明德，一个要大胆西进。一个要啉好济咖啡，吼金马撤军，吼我着对这两个做袂谅解，啊所以我着渐渐对民进党失望，啊着不爱插，较不爱插政治，一直到我无偌久建国党成立，吼、哦、啊这迄阵敢若听了这两句着爽啊，因为我着独派咧，要台湾要独立建国，吼、哦、所以足欢喜，着随甲加入吧，我无两党。因为建国党伊个水准足悬嘛，拢总是一挂教授、老师、工程师、医师、啥物师吼，包括法师拢有吼、哦。所以民进党会惊讲哦，啊，这水准遮悬，教授几千个吼、哦，
啊，这民进党拢是较草根性的，家己拢薄冰冷、晴天拖的，要他拼赢。我所以阵想办法，你要甲渗透，就是讲用人头党员一概加入一千个安尼，啊，定选干部，定开党代表大会，准甲这个建国党的高层换掉。啊，所以尾啊，建国党就准一直消亡去啊，吼。啊，这足可惜的，嘛足可恶的，就讲，照讲，这个若好啊，来用法理论述来带领台湾，啊，民进党继续以做，无论是体制内抗争也好，还是街头抗争，啊，论述来，或者建国党来论述来写，吼，这相辅相成，结果不是以为着以民进党本身的利益来甲建国党来甲消灭去，伊干那为着。伊家己党的利益，无甲咱台湾人、台湾主权的利益放伫第位，这足可惜的。吼、哦，这就表示讲民进党无一个较有大智慧的人来带领来管的吼，拢、哦、是迄款柯信良迄级的，习近平迄级的，吼、哦，这足弱的吼、哦。一直到2006年七月份，因为我逐工拢爱开车为高雄市去屏东我的。果园哦，管理外迄个园艺场所农场。啊，因为有一届高雄咧做捷运，迄、那个地下道崩去，啊，所以我边爱塞电管，塞电管吼。啊，我甲看了，哎、欸，他有一支机啊，哦，插伫个路三角窗路角，插五六支。嗯，我跟那个想，哦，这美国。诶，一个直销公司的总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我时阵是安尼想啊。啊，即马有一讲到看报纸，有看一个小广告，哎、欸，个听闻嘛有这个机啊呢，啊，讲秘书长要伫公司的目标演讲，吼，啊，有一个电台频率当听，哎、欸，我一听，哎呦，这个味道看我会吓呢，哦，计无几工拜六，迄、那个夜晚七点半演讲，我就。真正走去，就听咱秘书长咧演讲，迄个风范吼，吼、喔，迄、那个气势，拄啊，敢那像阿扁啊，当初被选总立委总统的时，迄、那个气势，安尼，迄个气氛吼、喔，我规个心阁热起，无本来都已经冷去啊，为迄工阁热起，安尼发烧39度，赶紧阿袂退烧，吼、喔，所以我头逐期拢有来吼、喔、，OK。我嘛希望讲恁来遮上有听咱秘书长演讲过吼，我那同款会发烧。你若来无发烧，转去吼，无正常啦，起码爱加半度至一度啦吼。OK， 啊，大家欢迎大家做伙来发烧哈。好，啊，咱来进入主题哈。啊，这台湾主权地位现况，咱来复习一下哈，搁复习一下哈。到1945年。9月7日，吼，麦克阿瑟这个一般命令第一号，吼，发文了，命令蒋介石，吼，的部队代表民军来台湾，吼，接受日本军的投降，甲因缴械，啊来代表民军占领台湾，吼。其实大家拢讲代表民军啊，安尼大家听是听较有，实际上主要占领全国是美国啦，吼。在1949年年底，中华民国国共内战输，因说输了，用挂武装的难民拢做来非法入侵。尽管这个是合法，哦，就有命令来，但是这个大撤退，这个一般的难民是袂使炸武器去别个国家的领土内底的，好、哦。啊，但是在迄个时阵哈、哦，兵荒马乱，啊，足侪人。要逃离中国，哈、哦，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啊，所以美国基于伊是跟中华民国较早是盟友、盟军，好、哦、啊，基于人道的精神，因为这中华民国的残兵败将，这军公教人员，你若无予伊有一个所在逃难，遐人一定拢共产党那搞，一定拢杀死。啊，所以基于人道精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有武装的难民来。那一般呐，你看伊拉克，因个两伊战争，那逃离
伊个国家去到隔壁个国家，拢嘛爱做谦卑来拜托邻近的国家来个收留，来个庇护。那有咧炸武器，那有可能有咧炸武器对吧？哦，但是咱迄阵台湾人已经拢用军队拢用缴械，咱无武器嘛，动也动袂了。吼、哦，伊炸唔是炸刀，然后去炸枪、炸炮拢来哈、哦。OK， 那么。到2006年，咱秘书长在伫10月日时吼，传228去告美国吼，啊，这2008年的3月18，联邦的地方法院判咱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吼，爱点个上头。啊，照讲这个判决，爱台湾爱大地动，结果无呢？我国民党控制这個媒体足厉害，吼。因为早期，咱台湾人买入去报社、买入去电视台，绝对拢是走外口的，拢小记者，无可能让你做个主管级、经理级的。因为你拿来考试，你来面试，那看你讲话是那个台湾国语的，你怎样讲你是台湾人？啊，你这就派你做外口，走外部的就好啊。啊，你去采访的新闻，你来到报社还是电视台？天管家主管拢是中国人咧把关，啊，这对我国民党无好诶，这卖报；啊，那这对民进党歹，拢报，吼、哦，拢安尼。所以你要看到讲，啊，美国诶联邦诶地方法院甲咱判讲，咱台湾人无国籍，台湾人就拢唔知影，拢无神经安尼，吼、哦。啊，所以就是讲，咱来迄个洗脑教讲，啊，咱。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做中国人做甲安尼欢喜，啊，袂烦恼讲啊，我做中国籍就好啊，我管你台湾人无国籍，反正我是中国籍，变安尼去哈。好啊，这个本土台湾人的定义是1945年9月7日，迄个时间，迄阵中国军也袂来，因为中国军得爱到差不多这个一号命令了，美国派船军舰去中国沿海甲。中国兵哈，国民党兵载过来了，靠中国人。所以迄个时间点，台湾人，咱的阿公阿妈，好，包括后代，好，拢叫做本土的台湾人哈。啊，到2009年4月7日，咱上诉去到高等法院，伊的高等法院4月7日，甲咱判讲，本土台湾人还佫生活伫政治联合当中，啊，咱台湾人无国际普遍承认的政府。哦，即卖这个政府都唔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哈、哦。OK， 好。啊，到2009年7月7日，哈、哦，联邦最高法院去受理咱上诉这个案件，哈、哦。啊，这有一个案号，哈、哦。啊，这头一届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咱台湾人向太平洋战争的征服者美国，伊的联邦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依照国际法、战争法、甲古平金山和平条。啊，甲美国嘅宪法来提出告诉，哈、哦，来，啊，无偌久的话，2009年8月7日，本案嘅被告美国政府伊嘅代表国务院，伊宣布放弃抗辩权，放弃抗辩权，就代表讲，咱原告就是咱全体本土台湾人，对原告美国政府所有嘅告诉，甲所讲嘅一寡法律嘅见解理由。完全正确，哦，国务院完全确认，哈、哦，因为各位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收件，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后壁无通啊提啊，你知？到伊啊一定爱判，哈、哦，啊，所以美国国务院哈，伊、哦、就紧张啊，哈、哦，关于放弃抗辩权，哈、哦，啊，所以联邦最高法院准伫10月7日宣布搁置本案待审。因为知影讲，美国行政部门、国务院、甲国防部还袂准备好。你若一声甲判讲台湾是还佫美国的占领地，那阿强啊去批评啊被相拍吼，啊美国还袂准备好咧。啊，所以就安尼了，这个时间点过了，美国一直积极咧看南韩、看日本、看菲律宾咧军事演习，吼，吼，这就是咧传假死传了好了，对啊，吼。功夫要练好，啊那到时美国的最高法院啦判决落来，啊，阿强要批评无要紧，要拍来，我计时拢传好啊，
我的肌肉都练得很够很强壮了，别怕来吧，紧好 ，OK。好，啊，这说明讲美国政府对本土台湾人六十四年来一寡行事哈，无要去抗辩，吼，伊做做的一寡唔对，咱伫法庭拢有咧个吐哈，表示完全确认确认哈，法院要求以后爱依法依什么法？依旧金山诶，这个合约哈，啊加美国的宪法，好啊加国际法、间接法，爱正确行事哈 ，OK。来，那么伫咱林志坚秘书长控美案中间，被告的律师，这个国务院派出来，哈，这个、哈佛毕业的，这个 Peterson 哈，伊伫联邦法院答辩讲，美国无台湾的法律主权，啊，主权有分，哈，法律主权，啊加行政管辖权，哈，那么虽然美国。无法律主权，因为台湾的这个法律的主权，要搁伫大日本帝国天皇的手里。但是法律主权所延伸的管辖治理权，伫美国手里，哈，伊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哦，这就是安怎？美国会当派军队来遮设君主政府啊，啊来管理台湾，但是伊委托蒋介石来代替伊来管理，哈，好，啊咱。1945年的四月七日，迄天，大日本帝国天皇下诏书，将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伫台湾。哈，啊，这就来讲，这个1937年开始，到台湾开始实施皇民化，哦，内地一统，就是讲要甲咱台湾人的生活习惯、穿插、食食，哦啊。民风拢尽量要跟因内地同款，跟因比大日本帝国迄边的本州、四国、北海道、九州遮拢互因同款吼。啊，伫四月初开始，伫因为实施宪法了，会当伫台湾征兵，啊，这就是伊已经对台湾有领土主权吼，开始当征兵，啊，这一个主权的象征。啊，台湾人有嘛有开始有参政权甲参战权。哦，你征兵，你就有效忠的对象，哈，并在咱台湾人去这边效忠的对象就是大日本帝国天皇，哈。啊，咱台湾人会当派三个这个参议员、五个众议员去日本的国会，都要他们参与国事的讨论，哈。啊，因为安尼，为刚开始台湾。以国际法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而且都要看大清帝国对辽东半岛赶快，当初甲午战争了，这个签《马关条约》哦，就是《下关条约》，本来已经嘛有甲辽东半岛要割让予日本天皇，结果因为三国干涉哈，苏联甲意大利哈德国因出兵干涉，所以。日本佮含大清帝国佮签一个辽南返还协定，吼，就辽东半岛，吼，这个奉天以南这边，或者辽南返还协定，佮相当于吼大清，因为这个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吼，就袂当割让，吼 ，OK。那么佮一点就是讲，中华民国伫1945年10月25号伫。台北的中山堂，吼，就以前叫做光会堂，举办投降的这个典礼。啊，伊甲咱讲，迄天合作，迄个光复节，好无？一直甲即卖因，即卖就较无咧讲啊，咱甲涂了吼，较无咧讲啊。其实伊也甲咱骗几年啊，骗六十到即卖68年啊，就10月25号，吼，就即个月10月25号。咱过去是毋拢讲叫做光复节，其实呐，咱台湾民政府呐执政吼，我建议咱民政府爱改，每年的10月25日去刚刚改做愚人节，啊，四月七，关这愚人节爱改做巡线纪念日，因为去刚咱台湾实施宪政啊，吼。啊，恁国语有同意无？有啦，好 ，OK，
安尼咱以后都会拍拼，国赶紧好成功哈。还记得10月25号三面镜？啊，英姐，对对对，哈哈。啊，4月1号三面镜，新鲜纪念日，好好记好哦哈。我创唔到，那咱就让骗有够久的。啊，蒋介石代理美军来占领台湾，这只是一个因国家甲国家的一个委任关系，并无甲台湾这个领土挂念予中华民国，无这个文件哈。到今嘛，中华民国嘛也提不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提不出这个文件，因为一个领土要国家的领土要挂念，咁遐简单，用一个仪式，关乎一个安尼就变更过嘛。咱民间的土地买卖，就一定要叫大书写合约书，吼，讲买卖价金偌济，当时交钱，当时要爱出什么证件，互伊去地政事务所申请，吼，爱个叫地政事务所派测量员来测量双定界，吼，定迄个地标盖记，双方爱个迄个倒来对来核定。双方确认签名，安尼较有尊重。民间土地就安尼才定金啊，佮何况讲是一个国家的领土吼。OK， 啊，所以到今拢无这个文件。你看，台湾大清要甲台湾甲平壤挂牛吼，日本天皇起码无嘛，要有一个下关条约吼。台湾要挂牛等于乎中华民国，那拢无听着讲有啥物条约，无嘛吼。好，啊，咱来讲是安怎？日本东京的靖国神社内底，还阁下39100咱台湾人的英灵，吼、哦，或者啊，这是咱2001年，吼、哦，去日本的时候翕，伫靖国神社头前所翕的，纪念照，哈、哦。那么这经殿、中殿后壁阁有内殿，咱第一届去哦，咱就受到因国家级的待遇。咱入去到中殿甲祭拜，跳箭舞，佮入去到上内底内殿甲祭拜。啊，即39100台湾英灵，大部分拢是高沙族，哦，当然冇平埔族的，但是高沙族的，较早因高沙义勇军，哦，去参与南太平洋战争，高沙义勇军真正骁勇善战，以少敌众，哈、哦。当初麦克阿瑟在菲律宾咧做总司令，啊，伫1941年的12月，吼、哦，迄阵七月，唔是12月7日，去拍这个夏威夷诶珍珠港，当时为咱戈宾地区的机场起飞临时战斗机，去甲马尼拉克拉克空军基地，吼、哦，美军的空军基地，遐飞行机炸甲密密麻麻。把美国的空军的制空权退起来，啊，有制空权过来的有制海权，哈、哦，啊，所以差不多3个月，就把菲律宾占领起来。啊，当初美国因为这个基地70000多个，迄个日军，敢那那种日军派20000多个，啊，有一堆是高沙义勇军，因为因那个基地后边是关山。啊，头前拢较平，所以过头前，像讲后壁无可能有人有法度位遐攻来，迄山遐悬无可能。但是咱的高沙义勇军就真正位后壁，甲突袭，拍一个70000多个迄个咱日本军高，包括这个高沙义勇，拍甲密密麻麻吼，啊有50000多个迄个掠起来做俘虏吼、哦，啊所以高沙义勇军伊的战斗力真正有强，因为伊敢那炸一支反刀。就会当伫丛林作战啊，唔免后勤补给，伊要有法度找当地的食材，哦，这叶啊是毋是会食得？啊，这下开根茎会当乌开食。啊，日本军哪里要丛林哦？哇，敢那棒糖顶了倒晒啊，就天得他都登革热啊，好、哦，所以高沙义勇军救足着日本兵，因为有些伫侵华拿来失去方向。看主力部队、后援部队这个补给线拢断去，啊是拢高沙义勇军
让出食物，取食物给这日本人吃，吼、哦，所以足厉害。这是蒋在这个特种作战部队，就是高沙义勇军哈、啊。这个拢替天皇建基作战，吼、哦，所以日本人足感恩这个台湾军，所以把这个台湾军的灵位设在这个所在，吼、哦。好，咱来看看到底马关条。到底是写啥？咱较早读历史拢有读到马关条的，但是拢唔知伊个内容。好，啊，咱先来看伊个前言，就是大清帝国大皇帝兼大日本帝国大皇帝为了合约订合约，以两国的和平哈、哦、重修共享幸福，好、哦、所签的，这是皇帝对皇帝，啊，但是皇帝甲皇帝无可能出兵嘛，所以是委托大清帝国派李鸿章，啊。大日本帝国是派这个因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包括也外交大臣哈，哦，奉指令哈来签署这个哈，但是因两个出来签，只是代理出来签俩，但是所宣称等于是一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哈。阿妈关条的内文的第二款讲。大清帝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所在所有堡垒、军旗、工厂甲一切属公的物件，永远让予日本。你注意，永远让予日本，就拼无形啊，对不？既然是永远，就拼无形的嘛，吼、哦。OK， 第二项就是台湾全岛以及所有的附属各岛属，这个。各岛屿的包括钓鱼台，哈、哦。第三就是澎湖列岛，而且澎湖列岛有这个经纬度，哈、哦，这个经纬度之间的诸岛屿拢算是啦，哈、哦。OK， 而且这个按照地图所画讲解，以本约批准合法了，两国要选两名的官员以上作为共同划定疆界委员，要就地踏勘确定划界，定义。双方去看讲，这个界线够对哈，等于像咱土地买卖爱定界制的意思哈。OK， 但日本政府有照国际条迄个国际法哈，伊讲本约就是马关条批准了，限两年之内，日本准大清帝国领土的所在人民迁居领土的地方之外，就是讲你若住家里。你住袂下，还是你不爱和我住日本馆？你会上变卖所有的产业，退出界外，就是退出这块台湾甲平哦，哈。但是难满两年了，你阁无迁出走，就足以甲你当作日本的臣民来甲你管理，来甲你看待，哈。你看啊，中国1945年，10月25来了，到过年的。1月12，就用行政命令，命令讲所有的台湾甲澎湖的居民，拢总变作日本的台湾人，拢总变作中华民国的国籍。哦，这是国际法，是无合法的。所以美国甲英国，因为外交部拢发电文抗议，讲台湾甲澎湖，伫战后还袂跟日本签和平条约，台湾要何去何从，还袂决定，你哪会使讲变更？日本台湾人的国籍变成中华民国国籍，哈、哦。好嘞，啊，咱来比较讲有关台湾地位的国际条约，也是法律，也是宣言，也位阶做比较。好嘞，头前这两个，这种国际条约，马关条约，好、哦，这是代表日本帝国跟大清帝国签的。过来，旧金山和平条约，好、哦，这个佫较侪国家，这有拢总51个国家签署。作为开会啦，啊有签的是48个国家，吼，因为其中3个国家无签，就是苏联、波兰、捷克无签，哈。过来，台北合约，台北合约是旧金山合约生效了，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要求日本甲中华民国爱签一个台北合约，哈。但是这个台北合约是以旧金山合约做母约。而且台北合约又称日华合约，但这是日华合约在1972年，石头，因为啦，
1972年是日本去跟对岸那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好、哦，所以日华台北合约失效。啊，另外一个讲法就是1970年，好、哦，10月25日，这个中华民国的代表中国的这个中华民国蒋介石的代表，伫联合国，迄个联合国用2558号驱逐出联合国，所以伊无代表中国的这个代理，吼、哦，这个代表，所以变成讲这个台北会，吼、哦，就失效的，吼、哦、，OK。那么过来的美国台湾关系法，啊，这个只是一个美国的国内法，而且位置佫较低。但是，今目前大部分拢用这个咧管台湾。美国伊个模糊政策就是伊拢不爱讲这个旧金山合约，因为这个旧金山合约是所会使讲所有决定台湾前途的一个母约。好、哦，你所有的拢袂使超过旧金山和平条约，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伫1952年4月28日先后迄天开始，较要求日本甲中华民国签这个台北合约。但这台北合约内底袂使超越母约啊，旧金山合约，因为旧金山合约你不也要讲一条，你日本若跟其他国家个别签订双边合约时，你袂使超越旧金山合约这个母约的条件。所以你若讲日本跟中华民国咧签这合约时，内底写讲伊要甲台湾卡偏哦，割让哦，中华民国，哦，你有写这条、哦？安尼你还个日本你还个生48、47个台湾卡偏哦，其他的有签署的国家，所以无可能嘛，要生第二就困难啊，要个生48，好、哦，所以中华民国定咧讲，因依照台北合约。台湾跟澎湖已经回归祖国中华民国，这给他们骗的哈。OK， 过来开罗谎言，这都因作个提这个出来讲啊。啊，伊的位置是上低，伊根本是一个当时一个新闻公报呢。好、哦，迄1943年，迄个时阵，中华民国蒋介石已经迄个日本军甲打开。走无路去秘伫重庆这个雾都，整个大半江山迄个日本军甲占领，以及退避吼、哦、去秘伫西南区吼、哦。啊，迄阵蒋介石嘛派人书啊咧，跟日本军要求和谈，就是讲啊，我互你占一下沿海这省份，互你占好啊，啊，咱到这停战吼，卖个老百姓死亡安尼吼。啊，美国情报单位接到这个情报。所以罗斯福总统就想一步，就是讲啊，就你蒋介石，你原来我给你提升做4大、5大强国之一，哦，啊你是这个你中国战区的元帅嘛，哦，啊你原来五大强人，啊你看我们这回来开罗开会，你看我拢平起平坐，哦，中国人都上爱民主的啊，就先把你答应，哦，啊美国佫讲来，你继续爱抗日，哦。啊！我给你钱，我给你物资，哦，给你粮草，给你军备，哦。蒋介石当然答应啊，哦，啊，就阵一部分因嘛歪过起来啊，哦，保留实力啊，真正遐钱也无上一前线，因为蒋介石知影讲战争结束，伊爱阁跟毛泽东输赢一摆，哦，因为迄阵中国分做三个国，一个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一个延安的。共产党政府，一个上海，一个日本政府，哈、哦，迄阵我迄个名好像记不起来，我等下想着要讲哈，好，我汪精卫的，汪精卫的，哎，南京政府对，啊，所以在安的经营下，美国用这波，加利用中国军。来牵制100几万的日本兵收，爱收到中国，收到中国。你若讲中日和谈成功，
日本军呐调一半五十几万出来修台湾、修菲律宾、修这个硫磺岛还是中途岛，你敢想？美军要去反攻，爱死我这日本那个美国大兵，所以美国算着讲，哇，美军我的美军的美国大兵性命较值钱啊，我开一寡钱，了一寡物资，啊来供应给蒋介石，啊蒋介石替伊甲日本军牵制住哈，这是伊的策略。OK， 来这节小节，啊咱台湾呢真正的国际地位就是。日本天皇所属，简称日属；美国军事占领，啊，简称美战，日属美战，啊 ，ROC 的流亡中华民国代理美军来给咱占领。啊，咱爱讲日属美战，你别再讲日讲美战日属哦。日属就是讲台湾甲澎湖，是原来就是日本的，是因为战争后去予美国军事占领。啊，你若讲美战日属，就是这个所在。原来可能是敢那部落呢，啊，美国来个征服，哦，像迄阵美国去拍西部有无？因为美国西部迄电影，美国去拍去个占领，对啊，美占了占领了较高日本，哇，所以你袂使讲美占日属哦，好是爱日属美占 ，OK。好来，啊，咱来讲。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法律依据是依据啥？吼，啊有啥物迹象？好，咱来看。哦，第一就头拄仔咱咧讲的麦克斯阿瑟一般命令一号，啊，这个是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啊，伫1945年八月十七日，由当时的总统杜鲁门总统核准了授权，吼，麦克阿瑟将军伫1945年九月七日，伫日本的东京湾的密苏里舰哈。受降日本受降日来发布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接受在台湾日本军的导航，哈，这是法律的命的依据吧，法律依据了哈。啊，这是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所以伊是征服者，靠有权力来分配盟军什么人去占什么所在，包括迄阵北韩北纬三十八度以北，包括东北啊，中国的东北。即个日本军爱向苏联军远东区的总司令来导航，好，啊，分配像南越、啊北越了哈，北纬十六度以北北越，好，包括台湾个朋友是向中华民国的中国战区的总司令哈来导航，讲意思哈，这是因为规个战争。等于美国总统是盟军最高统帅，好，啊，这个麦克阿瑟是太平洋战区的统帅，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的统帅。好来，咱来看《旧金山合约》第伊的第二条 B， 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还是放弃啥？其实是放弃主权权利所衍生的这个管辖治理权。啊，这个我用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讲，敢那土地你有一家地，吼，啊，我甲你租五年，啊，一年拢十万，啊，我五十万交你了，你等于你着放弃你对土地顶管的管辖治理权，吼，啊，但是呐，我潘连华要带顶管种啥种种山啊，种金蕉、种荔枝，你袂使甲我干涉，因为你已经放弃你的管辖治理、地上管辖治理权了。但是五年后，你若不爱租我，啊，我就爱行你，吼，啊，你管辖治理权你就收回去，吼，啊，但是你看，我给你租这五年，并无变更，无过户，对不对？土地我给你租，但是所有权证嘛是要在你手里，名嘛是要你的名，吼，啊，所以日本只是放弃台湾甲澎湖地上管辖治理权俩，吼，有一天，咱嘛可能会叫琉球返还模式。来献给日本，好 ，OK。啊，第二十三条 A， 确认美国是对日本是主要占领权国，这个日本就当然包括咱日属的台湾、澎湖，好 ，OK。过来，对日本的这个和平条要签订这个拟定，是有51个同盟国经过杜勒斯的主导，分配来协商。
啊，这个杜勒斯是美国迄阵做聘任的哈、啊。我都要讲的，这有48个国家有签署了哈、啊。OK， 过来台湾管理法，这是伫1949年4月7日所订立，但是追溯到1979年的1月1日生效。这什么原因？那还追溯到1月1日，因为这个1979年1月7日，就是那个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啊，一直延迟到4月7日，美国的参众议院所拟定的这个台湾关系法高票通过，啊，所以要追溯到1月7日生效，来甲当初授权用麦克阿瑟1号命令授权这个1号命令，因为断交了，迄个命令等于登记，吼，啊，所以要赶紧搁用这个台湾关系法追溯生效来个连结，哈，啊，这是一个美国的国内法，哈，啊，这个美国因家己伫因国内定台湾关系法，拢无找咱台湾人来参详来作为拟定无。过来，伊是因为依照旧金山合约，哦，头拄讲的遐，伊唔靠权利甲义务来订立，咱拢唔捌听讲有英国台湾关系法，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无，哦，就独独。伊伫因美国订定咧，佮进行发布、进行在台湾实施，拢免看咱台湾人参详。安尼你就知影讲，台湾一定是甚物原因去订立美国手咧，哈、哦？啊，就是因为战争，咱个母国是战争失败嘛，哈、哦？那么台湾关系法内底第二条的 B 之六，包括 C 有规定，维持美国的能力，以保护台湾人民的安全佮人权。包括经济制度的稳定，台湾关的话，台湾人真侪看了这条路，中华人哦，台湾关的话，一个保护咱台湾人，错过哈。等下我来解说。蒋介石因来拢甲咱骗讲，因为着台湾吼、哦、来对日抗战，敢是安尼？唔是嘛？哦，啊，讲伊就是因来台湾守台湾，甲台湾国家即马无迄个阿强来退去，我、哦、有够衰呢。你若卖来吼，嘛咧卖甲阮教育，我嘛袂去安尼切共产党切干呢。因为共产党无杀咱台湾人啊，伊敢有跨海塞飞机甲咱扛炸弹，敢有派人来跟派部队起来上山甲咱台湾人杀无呢？咱跟共产党无冤无仇啊，是因甲咱教育讲迄是万恶的共匪，叫咱来跟伊做为反共抗日呢。啊，咱又洗脑讲，嗯，这歹人。啊，所以台湾人煞拢咧讲着共匪了，啊，这那匪的拢歹着了，拢匪类的，其实毋是呢。因是因两个冤家相拍，兄弟啊相拍，啊，这做小弟拢拍输。啊，招来遮呢？啊，即嘛招来咱兜讲，叫咱讲爱扛迄个相拍。啊，咱莫名其妙卷入这个战争呢？咱台湾人说爱做兵去金门妈祖退休呢？哦，迄、那个什么古林头战役，好不好？迄是台湾人死偌济台湾兵呢？迄是迄阵拄啊战后，台湾人迄阵孙立人伫洪山这个哦陆军官校哦，啊伫底下有。训练的陆军的这个部队，啊那孙立人真正是西点军校标准的高材生哈，伊做阿真呢，啊所以有做长胜将军，但是蒋介石做嫉妒的，哦这牛逼的，啊这英语个拉拉叫，哦啊我拢未晓讲英语，啊所以美国有要扶持这个孙立人起来接蒋介石，蒋介石。伊进步啊，做来袂歹。知影这个消息，就创一个毁敌案，这个无啊，互孙立人治，甲掠起来，甲软禁甲伊死吼。啊，所以变成讲，美国本来想要甲蒋介石换掉，煞换无成啦。啊，因为迄阵共产党原来算较极权主义，啊，伊拢拄啊像即卖北韩安尼罗马国家。你若小可惹到伊，就真正起兵要甲你拍，伊也无咧讲国际法律，吼、
啊，所以美国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只要你蒋介石甲台湾朋友替我收哈，啊，我免派美国大兵来到这，因为美军拢领美金吼足贵个咧。啊，伊即马创一步吼，委托蒋介石伊个部队来替伊顾伊个占领地台湾甲朋友。美国免开什么钱啊？啊！你蒋介石，你还阁开钱来搞我美国买武器？我咱台湾人交税，叫去买武器，遐钱咱台湾人纳税金去替伊买。我所以台湾人算有够衰啦。南韩、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等于美国的低头链的前线啦。啊，咱台湾人去替中华民国做兵，啊，纳税金去甲美国买武器。啊！来替美国顾伊个前线，顾伊个大门。啊！你看咱台湾人有衰无？搁爱甲你插便当呢？吼、哦！啊！国民党政府这高官吼，因这军功高，吃香喝辣吼。哦，所以台湾官员，所以伊讲维持美国个能力来保护台湾，包括这个经济制度稳定。啊！你甲想？1996年，咧选总统迄阵，彭明敏跟李登辉咧选第一任的民选，直接民选。迄届李登辉讲，咧讲两国论嘛，阿公啊，听了袂爽，吼、哦，阿、啊、就发动迄个飞弹演习，吼、哦，阿、啊、就为甲吉隆外海、甲高雄外海为做禁区，船啊拢袂使为遐经过，等于咧干呐封锁啦，海岸封锁。咱个大部分个物资进出口拢靠家人甲高雄，啊伊甲你封锁，即着影响着咱个经济，吼、哦。介只物件咱要出口，无法度趁钱趁当来，运袂出去。啊，介只爱进口入去个粮食，无法度入来，因为咱台湾个粮食自给率敢若32%到34%了，啊，即剩个拢爱进口，68%个粮食爱进口呢。啊，所以真危险嘛！你若真正要封锁，咱个粮食个战备可能会当冻3个月尔呢。啊，若封锁3个月后，咱家己生产个粮食，咱拄啊剩一工本来食3顿，却变啊食1顿呢。啊，咱敢会堪得？到时看台湾人有诶袂堪得到内战啊，为着抢粮食到内战啊。啊，所以即个会造成动乱。啊，所以维持美国能力。来稳定。你看，美国虽派克林顿总统虽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一个叫做尼米兹号，一个叫做独立号，虽派来一个过北台湾，一个过南台湾的海域，哈。啊，这也开足侪钱啊，但是无多。美国总统爱依照《台湾关系法》保护台湾人民安生命安全、甲财产，包括人权，包括经济制度稳定。因为你若迄个继续封锁咧，台湾一定乱的嘛，经济就败啊，吼、哦。OK， 啊，这是做美国是一个主要占领全国伊的权利甲义务，这算伊的义务啊，吼、哦。像家己爱搞占领，占领你来保护，讲袂使搁别个国家占领伊啊，吼、哦。好、哦，这拄好都讲过啊，吼、哦。OK， 过来咱来看1982年。美国雷根总统对台湾有6项保证，啊，这是美国要跟阿强啊签白纸公报之前所讲的哈。啊，迄个白纸公报对中华民国国民党来讲，即敢若讲像1949年的对华白皮书，迄、那个1949年的对华白皮书，一个美国发布了哈，等于放弃中华民国国民党，所以。伊个国民党规个军民士气规个大落吼，所以兵败如山倒。迄中国遐伊本来有35省吼，啊走甲剩无半省。台湾省台湾毋是因个哦，大家注意，台湾省是因家己好个，咱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吼、哦、是因走路来了，较甲咱合久咯，啊咱才有那算因中国的一省。所以咱唔好要怪伊，台湾无外省人哈。
我常咧讲台湾干那两种人，一个咱本土的台湾人，剩的拢总叫做外国人，包括中国走来遐，遐毋是外省。你若讲因外省，啊，咱就变本省，啊，煞变因的一省。你家己煞承认讲咱是因的一省的，所以莫讲啊，迄啥物人过外省的，无哦，无外省人过中国人落啊，吼。啊，莫讲娶外省的，莫娶中国新娘落啊，吼。啊，莫讲。哦，伊个偷渡客，偷渡犯法就是叫做偷渡犯啦，无迄个偷渡客啦，吼、哦，对不对？迄十几年前，为平潭了，足侪拢走去侵着南寮渔港遐偷渡起来，啊有诶去屏东南边东港迄个枋寮遐偷渡起来，迄掠着拢爱叫做偷渡犯。但因国民党诶媒体拢讲，啊，即拢变为咱中国人叫做偷渡客来做客尔。做客兄呢，吼、哦！哎、欸，客兄，我来澄清一下，澄清一下，唔是客人的阿兄，唔是哈。客兄是契约工啦，哈。迄阵台湾足欠有诶，迄阵务农，那即家庭欠工，啊有人来做工，啊签契哦，做长期工，长期的契约工，啊即、這个契约工有诶真缘投呢。啊，地主的都见看了介意啊，吼、哦，啊是地主的某看了这个介意，所以叫做讨客兄，唔是客家的客啦，吼、哦，是企业的企，吼、哦。啊，佮讲一点，咱平埔族，你莫讲平埔啊，莫看不音哈，啊莫讲客人啊，吼、哦，迄个拢迄拢是歧视的音呐、啊，吼、哦，你。车就较大只，啊！你骑喺较大车，较大车较这只吼。好啊，这个哎，讲到位啊，拜一公包来，付到位啊，伊啊。好啊，台湾人这个时阵我来惊，因为得了这个情报，讲可能台湾要和美国佮像较早中华民国佮出卖安尼吼。啊，所以台湾人迄阵作地，包括因国民党的因中国人，拢咧办移民。拢想要离开台湾，因为讲我阿强要拍过来，吼、哦，所以蒋经国要求雷根总统，你爱发布一寡保证，吼、哦、来安搭住伫台湾这些人的民心，吼、哦，所以咱来看讲伊是讲啥，吼、哦，来，第一，美国无意义要对台湾的军售来设下打击的一击，吼、哦，对，继续要卖就对啦，美国卖对台湾的军售的议题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就要来参详，无免哈。美国未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的设备的销售哈。过来，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哈，都保证拢完整的照原底意思，哈，未去改哈。过来，美国无意义。是要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美国未施压力，和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第六，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有主权的这个主张，哦，美国不要承认，哈，也嘛无支持。好，啊，咱你看，这个六大榜子，咱从来毋捌听讲其他的国家对咱台湾有任何的保证甲承诺，哈，独独美国都爱甲咱承诺。就代表咱跟伊一定有啥物款的关系，哦，啊，可比讲，都已经做男女朋友，已经进展到较亲密的关系啊，吼、哦，一旦牵手啊，吼、哦，啊，准备要结婚啊，但是查甫就爱保证，甲女孩子保证，哈、啊，你呐，你嫁我好啦，你嫁我，我每一个月拢五万块，你买化妆品，啊，三万块，互你买衫裤。甲你保证，哦，你若对我一定好过你嘞，一定有关系嘛，无啥物取消，甲你保证，吼、哦。恁去孙刚娶是毋拢完了保证，吼、哦。啊，恁要嫁，若无听到保证，报告互你爽个，你嘛不爱答应要嫁，对吧？吼、哦。OK， 来，台湾毋是一个国家，这是2004年十月二五。前国务卿鲍威尔所讲啊，这个鲍威尔就较早第一次波湾战争吼，迄、那个伊拉克去占领科威特，啊，美国
英美联军个拍到等吼，迄个指挥官吼，不然做个国务卿吼。伊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台湾嘛唔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吼。因为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啊，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啊，这个境外国内吼，还佫解释者，就讲美国要来台湾。伊嘛爱用 passport 开一张入来台湾，啊，所以表示迄是美国的境外。啊，但是台湾管制话，佫是美国国内话，一定一个美国国内话来咧管台湾，啊，所以我甲合在叫做境外的国内，啊，这是美国对台湾管辖治理权的管理啦，哈 ，OK， 好，啊，美国根本是一个常进人。台湾伫你当局的总统，啊，不论两蒋，啊，就李登辉。阿扁啊，马英九拢爱看美国的目色，好，什么都美国说了算。啊，什么做什么代志，拢美国拢爱说三道四，指东指西，下指导棋。好，包括你看，两千年阿扁啊算到一月二十一个就职典礼，阿扁啊所讲的四不一没有，这只需要美国所操控指导。全世界总统无人讲就职。拢咧讲，我不爱做这個，不爱做迄，不爱做迄。大家去一定讲个，安尼头头是道，讲我一定要甲咱这个国家吼、喔，要做到外好外好外好，要吼、喔、要做啥物世界第一咧。结果干那阿扁去咧，四不一没有。啊，咱来看啥物话，伊讲啥物四不一没有。好来，第一，无要宣布台独，吼、喔。第二。两国论无要入宪，就是迄阵李登辉咧讲的两国论不入宪哈。第三，无要举行统独公投，哈。第四，无要变更国号。啊，这其中有一个，予台湾人足受气的，无要举行统独公投。公投唔是普世价值嘛？你美国号称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啊，公投是人民的一个权利啊，那无法还台湾人公道啊！恁美国家己拢有公道啊，阮都袂使。其实这个公道，美国真烦恼、真惊，因为咱六十八年来，迄个国民党敢若教育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所以美国真惊讲恁公道会输啊。所以你来看，到2008年，到阿扁做总统八年后，谢长廷跟通牌马英九，伊讲要画图建筒，他的建筒的这个哈，因爸爸的这个遗志，结果咱台湾人输200万票，恐怖呢。过来去年小英的三只小猪成绩较好，咱嘛是要输80万票，所以咱若用这两个刘鹏总统的大选来甲当作统独公投。咱输呢，咱连输两败呢。啊，你若真正安尼投落，用统独公投安尼投输落了，台湾人真吃咱呢。好、哦，所以你看，这个我搁一个没有会统一纲领国统会的问题。啊，这其实统一纲领甲国统会这個，美国要卖废纸，就是讲，保持讲，和阿强那边要搁这样就讲啊，恁要搁有。想要统一，看我阿强阿统一迄个感觉啊，吼！啊，即种美国咧下指导棋，啊，你看，阿扁拢讲不，当初阮选你，是我希望讲哦，啊，台湾人终于做总统啊，台湾人出头天啊，吼、哦，你一定会讲，予咱台湾人有希望、有幸福，吼、哦，欢喜看未来安尼，结果。伊一个讲四不一没有，啊，阮只独白拢倒向个，作失望个，吼、哦。那我选一个放屁总统，不，还是咧选一个放屁总统，吼、哦。或者予咱台湾人作失望，吼、哦。啊，无多，美国在后面操控。你当初蒋介石个总统文告，吼、哦，一寡重要讲话，拢爱送去予，你包括你个就职演说。拢爱送予美国看，那也无爱送予苏联看，还是送予英国看，都爱送予美国看。美国看了讲哦，这安尼无影响到我美国的利益。OK， 你会使讲。啊，你看
啊，变啊第一个要去做总统，美国真紧张啊，即可都独派你，像要去啊讲台湾要宣布台湾独立啊，都麻烦了呢，吼、哦，所以就要求伊个公职，啊，好、哦，啊来。委任占领的授权书，1979年以前，美国要征承认流亡中华民国，但是79年以后，就跟中华民国来断交，所以伊赶紧制定台湾关系法来代替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命令，哈，伊的本质嘛是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授权书，哈，好啊，改称台湾，伫台湾关系法内底写改称台湾治理当局，袂使阁称中华民国。其实，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所选的这个所选的总统吼，拢是中华民国总统，唔是台湾总统。李登辉甲阿扁啊，拢是中华民国总统，唔是台湾国的总统吼，这要搞清楚哈。好，啊，这个袂使阁称中华民国，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院有统领伊的外国的领馆、领事馆哈，袂使。跟中华民国官员伫公共场合吼去讲话开会吼、哦，好，啊，咱来看讲，咱秘书长林志坚控告美国按这个意涵，吼、哦，啊，这个咱向联邦法院哥伦比亚特区联邦的地方法院提告，来告美国政府呢，无简单呢，一个本土台湾人带一群人安尼甲告美国政府，哈、哦。这天大地大的代志呢，会安奈无去告英国政府，还是法国政府，他会干哪去告美国？啊，这是因为我们找对了对口单位，因为美国是咱台湾的占领国，吼、哦，啊，所以告伊，所以伊甲咱收惊，吼、哦。啊，咱时阵告是用台湾国际地位与台湾人权保护做诉求，哎，而且伊提无咯。因为美国有一个国家免诉吼，这个法令吼，啊，所以台湾人去告美国，美国肯甲咱收件，代表美国对台湾有这个司法管辖权。既然有司法管辖权，就代表讲有管辖治理权啦，吼，都其他拢差不多拢伊咧管啦，不能军事吼。政治拢都不伊个出手，那有违反到美国的利益，美国拢会出手，哈、哦。啊，这個、意思就是安尼，咱个伊有收件，表示伊真正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哈、哦。OK， 过来咱来看讲，像那台湾有啥物困难，有啥物灾难，美军会来甲咱救助。好来，咱来看莫拉克风灾，迄阵马英九通令各驻外使馆。无要接受外国的救援，讲恁唔免上补助来，但是送钱来可以啦，吼、哦。讲钱来，人唔免来啦。你看这人我爱钱，吼、哦。啊，伊有意思要予中国的解放军借这个机会要入来台湾。诶，美国不是省油的灯，情报伊个情报单位嘛，虽知影有这个消息，美国虽甲中华民国外交部讲。我要去台湾救灾，啊！恁台湾的救援单位，跟我美国的对口单位是国防部，哎、欸，机关那也是国防部。以前美国若要出去救灾哈，美国有一个美国救援总署，这个民间单位在处理哈，用一般的运输机载物资、载救援人员的。为迄个受难的国家，即届唔是呢，是国防部，伊派啥？派军机、军舰，好不好？伊用迄个两栖登陆舰载来伫台南的外海，啊，用迄个什么大力士、迄个做个只直升机，然后吊怪兽加迄个哦怪兽啦，啊加鲁多机的，好不好？吊去纳马夏迄个小林村呀，好不好？啊，美国的 C-13 栋的运输机，哇，为琉球、沖縄话遐飞来载一挂救难物资来，来伫台南的台南机场。
军机、军舰，敢袂使随随便便就入去人的领海、人的这个领空，好不好？你甲看头，七八个月前，叙利亚外海吼，有一架土耳其的军机，吼飞了卡哇伊的海岸线呢，是不是有真正有侵入领海、领空？也唔知咧，就迄个叙利亚用飞弹甲射落来。连入去也未入去哦，哦，伫边啊尔安尼，都要拍落来，军机哦，所以军机袂使随便入去人的领空，哈、哦。啊，所以你看，这架无人机，因买来台湾，伊干阿甲你讲我买来，当时买来，唔免甲你讲伊咧，无人机就甲你塞到位，唔免甲中华民国的这个什么航警，唔系这个航空局啊，就是。啊！就空军的这个指挥部，拢免甲因讲，因为伊拢是下属单位，美国的下属单位啊。好，啊，这为者会当印证讲，美国还阁是旧金山和平条二十三条伊所讲的台湾的主要君主占领全国，因为君主占领，所以飞来会当直接，这伊的君主占领土地，伊要载什么飞行机来拢会使。军人也好，民间的也好，拢会这样来啊。OK， 好，啊，2012年旧年啦哈，5月20下晡，美国的军机搁再一届降落伫台湾，啊，这是波音737改装的美国空军行政专机啦哈，啊，这是来创啥？就是迄天，美国派。迄阵的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罗斯雷廷呐，吼，伊率领国会议员来台湾庆祝马英九连任台湾治理当局局长的登基典礼。好，台湾关系要讲诶，伊支持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了嘛？好，啊，另外该注意，伊的典礼是早时啊，10点开始，啊，伊下晡才来，有注意无？表示无甲你。经历这个马英九，啊，你都对我细汉了呢，好、哦，你当选总统，爱过我的认可嘞。你会记阿扁啊？2004年319枪击案，哦，隔天又打电话给连战问讲，啊，是毋要停止选举？连战讲啊，我跟连宋和啊霸兵赢啦，继续选，马仔得我做总统啊，我选来煞输，无到30000票。啊，所以哪军呢？不足噶、严噶，一寡深蓝的就去包围总统府，去霸占凯达格兰大道跟迄个中选会，不要让伊打迄个当选的证书。底下拖一礼拜，台湾民心动荡。啊，阿扁迄阵，跟迄阵的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吼、哦，这个夏新交情算袂歹。就拜托伊讲，啊，你甲我问白宫看是安怎，伊的贺电还袂到，还袂来甲我承认，我已经动算。夏金真正就打电话等于请示白宫，甲回答讲，只要恁中华民国的中选会，那甲这个当选证书打给你，我的贺电半点钟来到。结果真正，迄、那个中选会这个主委黄志成因就要去打，哪股你嘛知影讲因要打，就是动不要打一个。没有打哈，都啊 QQ 啦，玻璃弄破哦，啊，所以造成，但是打起迄个就随用拆落来嘛，但是你打起咧瞬间，人卡面啦就翕起来啊，把这资讯传真去哦白宫，所以白宫半点进来电话，迄个贺电就到位啊，这个贺电一个到，哪军一个知影，讲啊贺电已经到，大势已去，佫乱无效，因为咱的头家已经承认。这个阿扁啊，第二任连任，吼、哦，所以就乱袂落啊，就因就散去啊，是这个原因，吼、哦。所以你选择中华民国流亡的总统，嘛是爱和美国来给承认，吼、哦，顶来给使用一个迄个授权书了，哈、哦。OK， 好，过来咱来看2010年3月10日，这个日本的这个大地震。发生日本核灾，吼、哦、核灾呢，
美国伫3月18日就撤侨来台湾，啊，其实进前几工中国从台省撤侨，啊，过来法国撤侨，等于因个澳洲的法国领土哈。啊，那美国无撤去因个夏威夷州，啊，是关岛因个属地，那一阵撤侨来台湾，啊，都马拢没问中华民国呢，直接就飞行机就要上来。伫桃园机场，美国你看这个因穿 AIT 的背心，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官员来伫机场，甲你涉海关来验证因的国家的国民吼，甲你涉这海关，互因通因的国民直接通关入面。中华民国的海关靠边站，哦，这真趣味哦，吼，这印证啥？美国开始头家啦。我头家要回来，当然我头家的这个仆人 AIT 的人要来遐验证，主人要回来哈。好，你来看，美国 AIT 进入台湾桃园的国际机场，自设海关。啊，这海关代表啥？海关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的行使嘛。你其他国家的人民要入来我家，你要有我海关，和我中华民国。诶，外国部的一挂签证，啊，你也摕迄个签证，你把我海关检查，哎，确实阮的国家签好你的，当然也好你入来。哦，这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行使嘛，袂使互人随随便便就这样入来嘛。但是你看，美国 AIT 进入桃园机场，伊家己就设海关落呀，伊免家己中华民国都要参详讲，啊，阮的人要入来会使袂？吼，哦，啊，这是因为美国伊是。主要占领全国的关系嘛，啊，你中华民国只是被委任的次要占领全国，次要的哈。啊，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呢，等于美国啊，因拢总有五十个别种啦哈，美国要有48个，啊，夏威夷一间啦，加拿啊，那个拉斯嘛，阿拉斯加一间，啊，另外一间。就是台湾，啊，所以伊主人要倒来对一个厝在伊个嘛，对一间别种的在伊个啊，哈。啊，我拄仔讲个，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进行订立并实施，哈。啊，这咱台湾是被占领方，美国是占领方，这个上下位置咱来搞清楚，哈。啊，这有讲个哈。海关是国家主权行使的象征。日本政府的海关拄到握有啊，注意握有非拥有哈，握有台湾主权的美国，无权对上司执行管辖权啊，伊无权呐。头家伫等啊，比如董事长来到伊的工厂要巡看，这头家着几啊间，啊伊来今仔日来巡咱桃园这间工厂，警卫敢袂当甲动？讲头家啊，你身份证摕出来，我登记者。你连袂用洗头咯，对不对？所以握有美国握有台湾的管辖治理权，并没有握有台湾的主权。所以我比者来讲，你伫街头看人男女朋友安尼手揪做伙握有，人不代表你拥有，因为迄个女孩子不一定讲会给你啊。还是在男女交往之中，所以你个看就握有，不代表拥有哈。啊，比如主人随时要回来，看门狗无权审查主人。比如我咱都饲一只狗啊，啊，绑在咱门口，啊，咱回来一般咱回来锁匙夹咧，就开了入去啊。咁就去问讲狗狗，你敢要我入去？免嘛，哈，免啦，哈。而且中华民国只是美国。咧顾台湾呢，这个看门狗呢，吼，替美国咧顾台湾 ，OK。我来做一个小结，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一切依法行事，哈。那么，美国总统是受国会所立的法，哈，啊，包括许个法令来个监督。美国所立的法，哦，国会所立的法，像台湾关系法，美国总统爱遵守，哈。啊，佫爱由伊个法令个咧监督，所以唔敢违法哈。
你看敢若尼克森一个水门案吼，诶，监听案俩都落台啊吼。啊，咱国际社会拢了解台湾的真正地位，啊，都敢若独独咱台湾人迄个蒙在鼓里啦，吼，迄种骗甲真正戆戆，吼。啊，以上种种的迹象证明，美国一直咧管辖台湾中。美军从无离开台湾，一直咧占领中啦，吼、哦！啊，只是你即马看袂到美军，是因为美军伫1979年了，伊就拢改做穿便装、便服，吼、哦。伫一寡较重要的所在，嘛是要美军咧控制，吼、哦，比如迄个雷达站，迄、那个即马新竹个乐山的雷达基地，吼、哦。好，啊，我先讲到遮吼，啊，先予大家休困十分钟，好。Okay. 各位校员，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十分钟。